这个狗跟这个方向俑都是来保护墓主人不被这个魑魅魍魉来侵扰的，啊，要保护这个墓主要生鲜的一些东西。那么这里呢，还有这个迟钝的陶俑，啊，迟钝的陶俑，这相当于说他墓主人生前，他还有相当于一个守卫。 反映他墓主人一个物产丰富的一个场景，比如有水田模型啊，有这个豚骨子的这个瓮啊，这个呢里面可能会有这个粮食，比如有稻子或者麦子各类的那个遗存。墓室的长度达到35米，总长达到60.5米。 现在前世我们已经清理了，也发现大量的文物。推测呢，就是。 汉晋时期的广都城，就在不远的这个地方，大概在现在的这个综合厂的位置，所以作为一个当时的一个县城的这个临近区域，他生前在那，然后死后是葬在这里。